有品，有味，有沉醉。大家好，感谢各位来到沉醉捧场。今天我们来聊聊酒疯这个话题。我们讲的是风气的风，不是发疯的疯。酒在中国古代是神圣的礼仪啊，祭天的用品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博物馆里面所陈列的夏商周各个时期的青铜器，绝大部分呢是用来装酒的，什么四羊方尊啊、年贺方壶啊、青铜兵剑啊、乳钉文爵、兽文爵等等等等。酒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美好的、智慧的、高尚的、正能量的代名词，曾经那么多美好的词语，什么煮酒论英雄、杯酒释兵权、把酒问青天、斗酒诗百篇、备酒言欢、对酒当歌、酒逢知己千杯少、劝君更尽一杯酒等等等等。这么好的词汇，这么好的愿景，为何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们现代人啊，只要一提起酒，立马会想到酒囊饭袋、酒后驾车、酒肉朋友、酒色之徒，这都是我们现代人对酒的不了解啊，甚至乱喝酒而导致的。三国时期张飞不仅爱喝酒，他还爱劝酒。有一次张飞宴请自己的军官，他吩咐一声，今天都要满饮，所有的人啊都跟着他一起狂灌。有一个曹豹天生不会喝酒，他就说啊，哎呀将军啊，求求你啊，求求你，说我不会饮酒，不会饮酒。张飞便发怒了，唯吾将令，该打100。众军官纷纷来劝阻，但是张飞还抽了曹豹50鞭。在现在，客人如果不喝酒啊，主人就强劝的这个酒疯当下还是非常盛行。但是像张飞那样说你不喝就打人的啊，还是很罕见的。其实非但张飞喜欢劝酒，什么刘表啊、曹操啊这些三国英雄们都喜欢，连貌似文雅的孙权也喜欢啊，都是方式不同而已。中国的劝酒文化那是世界一流啊，叫什么喝酒徒醉，感情深一口闷，你要感情浅才能舔一舔，这样的方向去饮酒的话呢，它都是奔着畅饮、痛饮、豪饮、狂饮、一醉方休啊，真是花样百出。其实喝酒啊，它有文劝、有武劝、有义劝
啊，甚至还有大猛董劝。酒场上啊，喝酒论英雄，谈情分，但喝出事来了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，谁也不肯主动上前承担责任喽。酒能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，消除烦恼，可酒呢，它是一把双刃剑，有好处，也有坏处。也就是啊，小喝怡情，大醉伤身。好酒它本身是一件无价的艺术品，特别像茅台这样的酱香型好酒，它可以让你的血液中充满了向上上进的细胞啊，能充满了艺术的魅力。有些人会利用酒文化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，实现自己的愿望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而有些人呢，则借酒发疯，做一些与平常判若两人的事情，什么吵架呀、斗殴啊、骂人啊，啊，一件事情反反复复说几十遍啊，这些都是现在不可取的。而有些人呢，他酒啊就会少喝一点，啊，回家就早一点，啊，这都是不同的形态。啊，有些人只说了，钱嘛、纸嘛、花嘛、酒嘛、水嘛、喝嘛。这就是多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境界啊。爱好喝酒者自己喝酒，自酌自饮，逍遥自在，或喜或悲，你只要不影响别人，不喝伤自己就行。但出门在外呢，喝酒需要有良好的酒风酒品。这个酒风是喝酒的酒风和态度，酒品是喝酒的姿态和德行。酒风要实在，要爽快，坚持啊，能喝就喝，不能喝就不喝，能喝多少就喝多少。酒品啊，一定要高尚，要有风度，要儒雅。喝高了啦，也不能发泼；喝醉了也不要生事，晕了要能把持。即使没有一个好的酒量，也会使酒场的这个气氛爽快、欢乐。俗话说得好，酒是越喝越厚，但酒桌上呢，也有很多讲究、学问。面对时下日趋不振的酒风，下面我跟大家总结一下酒桌上您一定要注意的礼节，还有一些小细节，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有品有味的品酒人。第一啊，现场如果有长辈啊，甚至老大在的时候，一定要等他们敬酒敬完了，才能轮到自己来敬酒。自己敬酒啊，一定要站起来，双手举杯。你可以多人敬一人，绝不可一人敬多人，除非你自己就是老大。自己敬别人的酒，如果不碰杯，自己喝多少来，可视情况而定。比如对方的酒量，比如对方喝酒的态度，切不可比对方喝的少即可。要注意啊，这个是自己去敬人啊，这一点大家以后要慢慢体会。我对这个东西还在体会中，因为你这场喝酒和自己的去敬酒能喝多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自己敬别人，如果碰杯的话，一句我喝完，您随意，方显大度。记得多给长辈们或者客人添酒啊，不要瞎给自己的长辈老大带酒。就算要带，也要看着对方想找人带的时候啊，还要自己假装着
哎呀，我是因为想喝酒才帮你带酒的，还要假装出这样的表情。这种情况我就遇到过。当我自己还能喝的时候，不需要别人带酒。这时候呢，如果有人偏要帮我带酒的话，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反感。端起酒杯的时候啊，大家要注意，右手握杯，左手托杯底，记得自己的杯子在敬酒的时候一定要比别人的要低，啊，越低越好，这样方显态度之谦卑，方显低调本色啊。如果在场没有特殊人物，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场，敬酒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按着这个顺时针的次序来，不要厚此薄彼。碰杯敬酒一定要有说辞，就算不认识的陌生人第一次敬酒，也可以把谢谢啊、幸会啊这样的词挂在嘴边。桌上喝酒的时候啊，不要谈生意，更不要谈具体细节，喝好了，生意、事情也就都差不多了，大家心里面一目了然嘛，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跟你喝酒啊。假如遇到酒不够的时候，酒瓶放在桌子中间，请人自己添，这个技巧非常的好。美酒虽好啊，可不要贪杯，各位且喝且珍惜。